寻路迷路，寻路迷路，猜猜耶诞老人的助手是寻路还是迷路呢？呼呼呼呼，麋鹿俗称四不像，长得很高大，体长可达两公尺，鹿角是片状的，像手掌一样厚实。听说麋鹿脾气很不好，可能常常迷路的关系吧。寻鹿则乖巧许多，体型比麋鹿小，鹿角是树枝状，可用来铲雪，而且它们能看见紫外线，视力绝佳，在极地和黑暗中能快速找到正确的路，所以当然是耶诞老公公的第一路选啦。那么祝大家都能收到心中想要的礼物，耶诞快乐哦。